好，我是盖伊，我是蚁人。哎，盖伊，你有想过坐轮椅的一天会是怎么样的吗？我觉得应该会很充实，可能早上出门要买菜，买完菜我回家已经晚上，然后一天就吃一餐，差不多。因为坐轮椅出去会相对比正常人花更多的时间在同一件事情上。我现在只能用想象的，因为我还没有实际执行过，但我想象起来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很难。是吗？那我们今天会在西门町绕一圈，相同路线三个任务，让你体验看轮椅族的生活到底是不是有这么难。好，那如果我遇到那种上不去的坡，你要自己克服。那如果像那种过不去的坎，你要自己克服。明白。那我就先出发了，应该不会让你等太久了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，好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那盖伊，请你拿出你的任务卡。任务卡。哦，不好拿，完了，第一个挑战就这么难哦。我要先走成都路过去之后，然后到 ATM 领钱，然后再走西宁南路再右转。好，那我们出发。于是我开始我的一日挑战，一共有路程三个任务，只能坐在轮椅上完成，来看看总共会花多少时间。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。现在太阳有够大的。刚开始我的想法是，这应该会是一趟难度不高的挑战，毕竟至少我还能坐在轮椅上舒服的前进。有着长时间运动习惯的我，推推轮椅还是可以轻松应付，大不了滑累了直接原地休息，遇到障碍我就绕过去。我想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平淡无奇的顺利完成轮椅挑战，但马上我就遇到一个令我惊心胆战的状况。大家不要小看一个看似平稳的无障碍步道，当你坐在轮椅上，你那个坡真的可以被放大好几倍。加上我还不习惯轮椅刹车，除了怕伤到自己，更怕撞到路人。我到西宁南路了，哦，肩膀力竭。哎，不，刚有一个坡是很可怕哎，云霄飞车。我们现在要进行第一个任务，所以我要找 ATM。ATM 在哪里啊？我要过这个斑马线。当时坐在轮椅上过马路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遇到突发状况，也许有台车没有注意到我，没有刹车的意识，我没有办法灵活的闪过危险。上不去啊，上不去。再一次。搞定。不是，这坡也太陡了吧。不是啊，这个上不去啊，不会打滑啊。搞定。我刚刚觉得重心很后面，会不会其实这种陡坡我用倒退的是比较好上去的。哦，我觉得比较好上，我觉得斜坡会有一种要往后翻的感觉，应该不是正面突破，我去试看看那个斜坡用背面。啊，不行，会打滑哎，会有一边轮胎是翘起来，所以我还是只能正面突破。我在这边已经浪费了五分钟了。OK， 我已经学会搞定波了。钱喽！好，搞定，成功完成第一项任务。第二个任务，拍贴机自拍，满头大汗呢。我觉得还好，他那个提款机的高度，我还可以蛮轻松的领到钱。最难的就是那个坡，就是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嘛。手不敢放，我拉着，我怕冲太快 hold 不住。走，过马路，27秒。哎，一口气上来。好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应该是这一条吧？这条应该是西宁南路嘛？会不会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看不懂地图？对，其他 ATM 都有一个台阶。哦，真的？所以如果是这种 ATM， 我就没办法领钱了。这个完全没有办法哎，
我如果遇到这个，我是不是要翘狗链呢？我发现平常看起来没什么的地方，坐在轮椅，你觉得自己坐山，你知道吗？我决定我要换路，然后没有其他路可以走。试看看上不上得去吗？这怎么可能上得去啦？我事后在看影片素材时，我第一反应是，原来这个坡这么小，当时怎么可能上不去？但当下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坡在我眼里它非常的垂直，因为有过前面路程的经验，所以当下我的第一个想法是，这个坡太陡了，我要绕路。第二个想法是，如果是蚁人，他会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个陡坡？谢谢。我也顺利突破嘞，这样算过吧？遇到好心路人也算过。你要自己克服。很抱歉了，蚁人。刚刚一定有发现，就算旁边有个坡道，你也下不去。真的吗？因为被送货的车挡住。但我觉得刚那波，我自己应该还是有一点机会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时间过了20分钟，我移动了300公尺，完成了一项任务。长崎科德右转，所以还没到。这个已经没什么了。两段式哦，这光出门就是一个挑战。开始推出一些技术面的东西了，接上坡的就是要一气呵成，我要利用下坡的速度直接上坡过去。跟我想的一样，我那边就要转弯了吗？哦，是哦，那唐吉诃德不是在前面，所以我要从这边然后左转，跟我想的一样。搞了半天，我那么顺利的冲上去，结果走错路了。会不会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看不懂地图？所以我在这边找一下拍接机，拍接机该不会是这一间吧？哦，终于到了，不是真的很累，推轮椅真的很累。哦，这就是那个最近很流行的拍贴机嘛。哎呦，哦，是链巨人，这东西是干嘛用的？要cosplay亚当的时候用的。哦，有道理耶。啊，我不行，好好，我不行。走啊，那我就链巨人了，拍照去，直接挑这一间好了。遥控器的上下键可调整相机升降，设置最佳拍摄高度。三。链巨人到底要摆什么？一。啊，不太对。拍摄完成。哎，就这样，它就像一个，有 feel 吗？有 feel。有什么 feel？ 它是给一张，它200块。还有电子档。哦，好，有给电子档给过。哦，还有第三个任务，对不对？出发。欸，所以它旁边那个是比较小间的。对啊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平常拍拍贴机，铺了不是，我以前拍拍贴机好像空间没有这么大，对吗？这个才是正常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有办法进去吗？等一下，我动不了，我出不去了。欸，完蛋，先不管出去了，我这也拍不到照吧？刚刚那一间已经是极限了。这样子，然后直出来，直往后，有出来了，出来了，转一下，出来了，谁把我拐进去啊？就你自己。欸，现在时间已经快一个小时哎，我要加快速度了。下一个地点要去哪里啊？下一个地点要去买饮料喝。看这个地图，这边应该是要左转吧 ？Uniqlo。这是我应该第6、第7次来西门町拍片了。欸，那也太快了吧！看起来是那一间哦。点点茶，根本就没有给店名哎。玉露鲜绿茶，凤梨鲜吉茶。哦，你说看菜单吗？就是看得到菜单，是不是在整我？我不能站起来看。一杯那个凤梨鲜吉茶，然后微冰微糖，好。
OK OK， 方便啊，就是看不到菜单。谢谢。我觉得我刚做这些事情，感觉20分钟内就做得完了，现在过了一个多小时吧。我第一个任务是领钱嘛，拍贴、买饮料，对啊，差不多。特别充实啊，而且肩膀也特别充血。道路的平整会被放得超级大。刚那个柏油路其实凹凹凸凸的，我就很有感。轮椅就是会特别费力气，而且我觉得费力气是倍增的，差一点点消耗超多体力的。谢谢。一二三，我已经顺利完成3个任务了，所以我现在只要返回到6号出口这一条直直走就到了。哎，出啊！帮我拿好了。我觉得这推100公尺就要停下来休息一下，这个没有办法一直推。平安喜乐。谢谢啦，谢谢你的用心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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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平安平安，早日康复哦。嗯，谢谢，拜拜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还记得这一片地方吗？之前有一个健身网红啊，在这边拍一个那个奖金挑战，然后我那天来炸了他10000多块，可以去看一下我那个影片。啊，哎，搞定，看一下时间，啊。78分钟完成，完成今天的3个任务 ：ATM 领钱、拍贴机自拍、买饮料解渴，回到我们的原点。恭喜你完成，来了。怎么样？没有等很久吧？还好啦。请问你是看你的怎么样？没有很难吧？我觉得应该没有很难。看超难，超级累。重点是我光推我就觉得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像这种看起来很平。但其实它有一点点接缝的，其实都超吃力的，就是比一般平面相较起来，我觉得要花费不成比例的力量。那你有没有觉得，其实柏油路比人行道好推？柏油路它至少是一个水平面，水平面很重要，不能有一点点的上坡，对，那个很烦。而且我遇到第一个难关就是上坡。因为我这样做，我重心在后面，后面我只要推上坡，我都会翘狗链的，其实很可怕。然后我遇到第二个困难是下坡，因为下坡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快的用手去刹车，所以下坡的时候会冲很快，我这里会抹，所以我觉得手其实蛮不舒服。然后第三个困难的点就是那种一点点高低差的坎，你应该过得很快了。但我是要有一点翘一点，然后要很会往前推，再上去这样子。过马路我会怕，我怕有一些突发状况，我没有办法及时反应。我如果用走的，可能车子要过来，它刹不住什么，我可以闪开。但是我好像只能在原地等它。对，其他就是肩膀很酸啊，就是你要看高的地方的东西有点看不到。其实推轮椅之后，你的视角都大部分是仰角，你会往上看。这么一说，脖子确实有点酸。因为你看，每个人都比你高，可是你就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的。我们等一下去逛百货公司。好，那总之呢，这个任务现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我来看看我究竟会花多久。我很期待看到我刚刚遇到的困难，你会怎么克服？哦，那我们出发，出发 ，Go！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计时开始 ，Start！欸，太快了，等我一下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你这是电动车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是偷跑我的速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照你舒服的速度就好了。我很舒服。等一下哦，这个啊，我就记得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我觉得很可怕的下坡。那你？你刚是不是叫我稍等一下？你怎么就这样下来了？就习惯了。太强了。没有。等一下，双方整容，这一段就会有3人床包、3人床包，等一下。就看这个，西门很多店家都会有一阶阶梯。如果你真的要去，就是要请店员或是朋友帮忙，拜拜也不行。这是卡位，你要找。哦，真的、哦。
是我看你推上坡，你也是很用力哎。就是要比较大力，就是要把轮子压下去。对，重心往前啊。哦，来了。比较大力会比较省力啦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难度呢。我在这里卡很久呢，五分钟。你没有把重心往前吗？我还试着用倒退的方式，我发现好像也差不多。我觉得你只是没有抓那个诀窍而已。直接领吗？要领出钱吗？可以的，领个1000块就好。好，来前往下一个点。没有任何难度吧？没有难度。你想再找 ATM 领钱会有什么困难？其实像有些 ATM 是会有一个阶梯，会比较高，等于说我是看不到按钮的地方。它这刚好可以直接进去。对，而且它刚好比较低，所以其实这个 ATM 的设计是不错的，有点东西哦。这银行给过。那你要在这边休息个10分钟吗？不用。Oh my god！ 这个会直接往左边倒吧？有可能翻掉，也有可能直接冲到路上。对啊，直接滑下去。其实属于私人土地，不是人行道，是公有土地。它那个整个都超出来。我这里的坡度没那么高，可是这边它是一个斜面，我调这里一点。可以吧？那你知道盖一刚刚怎么？刚刚怎么过？我刚刚被人家推上来，就被一个好心人直接把我拉上来。但我刚刚看你是完全没有犹豫，直接上来。你应该做过这种事情很多次，我已经习惯。台湾的路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一开始设计就可以设计到好，就不用再改善什么。刚才我们要买鞋。我有看到，如果要买鞋，不给买。你自己出来逛街，然后你就是想要进去买，那你就只能请店员或是路人帮忙。路人帮忙。对，虽然一开始会不好意思，但其实后来我觉得我是就真的需要帮助，我请求你帮助你，你也有拒绝的权利，但你答应我了，会让双方都感觉到这是一个善的循环。一开始会觉得我一直要麻烦别人，好麻烦，就是会不好意思。那真的没办法，而且人家其实他帮助你，说不定他也开心啊。所以其实很好。有些轮椅族受伤之后，就会因为种种这些因素，然后不想出门，那会变一个恶的循环。对，哇，你走这一堆 travel 路面呢？对啊，一堆上坡啊。真的有拍贴吗？真的有拍贴，我拍完了。拍贴不是从国中之后就没有再拍贴了？可是这个是最近在流行韩国无人拍贴机。哦，真的、啊，我没有来过这里哎，十几年没有踏进拍贴机了。这个就为什么啊？这我刚刚也问过一样的问题，得到了一个答案，就是亚当的叶子。屁啦！帮你闻看看。不要。啊，不然我们一起马六兄弟。我挑这间，这间最大。Mario Bros. I'm Mario. I'm Luigi. Luigi. 为什么要不能他们是不是可以合体？不能合体吧？可以啦。你是不是记错游戏了？那个是七龙珠。不是，真的有。完成任务。我觉得现在花了34分钟了，我们时间都花在聊天上面吧。买饮料。对，我们去买饮料，然后就结束。Go go.听到现在手会酸吗？完全不会，因为刚才家在哪里？你说点点茶吗？好多人呢，好多人呢。这个时间，如果你遇到排队被插队这个问题，你会怎么样？就是我就想说算了，没关系。但就是会有一些你知道，一些老人家就会插队，通常年轻人不会。这个已经不是你有没有坐轮椅的问题，但我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好。有些人排的时候会问，然后有些人就是看到自己不对，然后就会再回去。相信人性本善，随便点，就是想办法把钱包填空吗？盖义的钱就是我的钱，尽量花。点那个2000块去买刮刮乐好了，真的可以啊？不用了，才不会中嘞。看不到，刚刚盖义有遇到这个问题，都看不到。对，看不到。OK。
等一下请他解决。这可以拿起来吗？好吧。喝一个新奶茶。无吃无输。谢谢。高高，我们去旁边等。你刚刚怎么点？我也是有撑起来看，但我其实看到什么点什么。老板有问要不要帮你拍照，蛮贴心。他有想办法要帮你解决问题。对对对。如果你遇到那种，你去点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有菜单可以看吗？他直接跟你说没有，也不太想理你，就是。感觉没有一定超差的、啊，你有遇过吗？很少，几乎没有，几乎没有。其实大家都会，不好意思、欸，真不好意思，还没有遇到这种道德真的沦丧到我没有要做人。台湾人的道德同理都蛮好的，我觉得。谢谢，谢谢。现在是在洛林的吗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子白，我刚经过，然后认出两位，好，祝你们今天拍摄顺利。记得来西门町的话要去超直白的拍店，而且他家在那里，他家那个一个蓝色的那个小鬼的那个闪亮闪亮的，对对对，因为现在头发太油了，遮一下。突如其来超直白，祝大家就是快乐这样开心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那我们就回去我们的起点与终点。哒哒哒哒，成功完成。今天任务达成任务，其实没有差很多哎、欸，真的没有16分钟，比我想象中多很多哎、欸。没有，应该是这样，我们都不用做任何事情，单纯绕一圈，你可能要花10分钟，我可能要花20分钟，这个差距就很大。但其实我们过程做的那些事情，花的时间是差不多的，再加上饮料点很久嘛，拍贴机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半天嘛，然后刚刚又被超直白 gank 嘛，这样算算你应该还是快很多了。我应该总共花个3分钟吧。刚刚其实看你很多我遇到困难的地方你都好像是日常生活一样，你就直接过去，甚至没有觉得特别难。有一句话是讲习惯成自然，像你就会跟我分析说同样是斜坡哪边比较短哪边比较长，就是挑那个、当然是挑好过的过，挑好过的地方。而且我看你下斜坡的时候缓冲做得很好，你这个我也没看你刹车啊，你就是压着旁边让它磨你的手，这样子就是让它保持在你可以控制的速度。刚这样绕了一圈，有没有哪个点是你觉得今天最困难的地方？还好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看你饮料那边，你秀了一波操作哎、欸，你直接把自己撑起来，然后坐到旁边哎、欸。对啊，特殊技能吧。但是有一些人如果屁股比较脆弱，就不要这样做，有可能会受伤。那、欸、怎么办？我喝完饮料，我突然有点想尿尿。我带你去一个我比较常去的厕所，因为捷运站的有一点远。你要带我去尿尿？我带你去尿尿，我看你尿尿的地方。那我也可以看你尿尿的地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警察局的厕所其实也够大，可以进。西门我的地盘。那我们找一个西门红楼的厕所。那我们就出发。Go go！ 你是怎么滑这么帅的？我没有。我看超累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有没有觉得这种很难推？就这样斜的，这个超累，而且他一直偏，他只要偏一点，这种斜坡的就超难推。那你就知道台湾人行道都是斜一边的。对，哎，我如果不顺着他走，我会更累。确实，人行道很多都这样，手都不会酸吗？我习惯了。到了。无障碍升降设备，这个标示是这里搭电梯到2楼。哇，这个如果走错的话，光是绕一圈就要多花很多时间，已经看不到它的车尾灯。我来接你好了。好。
好。哇，好有力！要美力啊！可以耶。出事了！阿贝 ，sorry， 为什么卡住了？卡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卡什么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没有站起来啊？你要记得你可以站起来。可以哦，可以吧？啊，终于。撑这个，撑那个跟这个，这样子转过来，对，转过来之后，右手拉着，左手拉着，好，然后撑这里，对对对，先就是慢慢敲，慢慢敲，对对，慢慢敲，然后，哇，不是，你不能抓轮椅，你要抓这个，你这个放下来了，对，这个抓着，左手也要抓栏杆，你可以先把你的身体往外移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抓到了，可以吗？脚要先放地上，小心不要卡到。对、oh. 对 对, 對 ，OK， 就是这么麻烦。所以我坐上来之后，就是再把裤子慢慢脱掉，然后就坐着尿，尿完之后，有些障碍者拉起来，想办法回去。可以了解这些栏杆的用途了吗？哦、怎么样，凯伊？刚上厕所顺利吗？我觉得很痛苦哎，这样我完全不会想喝水。厕所有哪个你觉得比较困难？我假设厕所很脏，那个马桶盖很可怕哦，那怎么办？只能自己清。所以你身上一定要带湿纸巾嘛。然后厕所也不是那么好找嘛，我们刚刚也历经千辛万苦。对啊，然后我还搭顺风车啊，没事，出了一点小意外。辛苦哎、欸，所以就不会变得有一些倾向于我在外面就不要喝太多水。哎，那这样子，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一个很方便的方式，我绝对不会用我刚刚那种方式上厕所。有没有什么最方便的？我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不用这么吃力。男生的话，当然就是带一个瓶子、啊。小便的话，我只要找一个隐秘的地方，还是一定要厕所？就是看个人了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我，应该隐秘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因为找厕所其实太辛苦了吧？因为其实没有障碍厕所，我就会选择在普通的厕所，然后就哭在小便斗。反正大家男人也没有人要看我的吧？哦，你说直接卡在小便斗，然后在那边解尿，倒到瓶，然后再倒进去。因为比起在路边有厕所还是好，上厕所就是这么困难，所以才会导致这么多身障者不太想出门。光是厕所食宿嘛，也去领钱，然后去买饮料，去拍贴机。拍贴机那个没办法，那个一定要去。那我们拍贴机很快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轮椅体验就到这边结束。成功，成功。那盖伊要不要带你去体验更多的？哦，解锁更多吗 ？Go。要比吗？要比吗？应该是比不赢。等等等等。